好，这个娃娃菜呢，我们放水把它洗干净。好，洗干净之后呢，我们呢就把这个菜切成两边了。好了，准备了一个水，把这个水呢就滚起来了。我们呢就把那个菜放下去。好了，我们呢就放在水里面呢，前后呢这样翻动它，大概有三分钟在水里面就可以了。我们也不需要用到它太过熟，太熟呢它也会太软不好吃的。好了，现在呢就把那个水把它倒掉。我们呢就拿起来让它晾干水vinegar， 然后呢煮，就放一瓶的三分之一。好，我们的包菜就晾干水了，现在拿来切。切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尽量的切肉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呢就把煮好这个白醋已经凉了，就倒进去，整个倒进去。我们呢不需要加糖，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，因为这种白菜呢它本身是甜的，所以我们呢就把它拌均匀。它这种呢是有一点酸的东西啊，最好我们呢就不要用 plastic， 我们用非这种玻璃的或者那种瓷器来装啊，它就会比较好。我们装肥这个就不用试。我们腌它一个晚上，等下放在雪柜里面，然后呢明天呢才拿来吃，它就会特别好吃的了。好了，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啊，这个呢就是我创作的一个 side dish， 一个前菜，非常棒的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因为比如说我们吃肉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帮助消化，而且呢特别的开胃，开胃，开胃。好了，拜拜，记得 subscribe 跟点赞哦，你就不会错过每一天我制作的新菜了。好了好了，第二天我们这个包菜拿出来，拿点奶油。好了，我们呢就放一点那个沙拉酱下去。然后呢，今天呢我呢就吃这个早餐呢，我自己做的披萨。OK， 啊，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小番茄，我们也拿几粒放在旁边。好了，我这个呢就是早餐了，我们再配一杯咖啡呢啊就可以了。所以呢这一个大白菜，小白菜，大白菜啊，它是非常多的用途的。你看这样早餐呢它就比较丰富，而且呢吃上去呢不会很油腻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